好像是说这个铃铛是他的耶。哦，是他爸爸留给他的。啊，他爸爸是方的，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希望我们可以还给他。哦，原来这个铃铛是老虎的哦。难怪他刚刚一直追我。谁叫你拿人家的东西？老虎怎么了？老虎怎么了？老虎拿到铃铛怎么像开心的样子？很丢搞呀！什么叫丢搞？啊，就开心的样子啦。啊，开心啥嘞？天哪！哈！等等，你看，老虎在吃树叶。哈？难道这只老虎是吃素的？嗯，那他现在一定很有钱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素食现在卖很贵。哦，不贵耶。可是村民说他是杀人的老虎，哎，那他应该是吃肉的动物才对呀。对呀。老大，老大，老虎刚刚好像学你的动作嘞。真的吗？你们细看嘛，来试看看，去啦。好了，那老虎，你看好哦。哇，有呢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我试看看。好好好，快点，老虎，老虎，你看好啊，看好啊。咻！哦。老虎，你要仔细看哦，我的比较难哦。哎，啊，你太幼稚了，老虎都不想学你的动作。怎么打我？哦，原来老虎也是很幼稚的耶。对对啊。哇，哎，不对啊，老大。嘿，这老虎跟我们玩得那么开心，嗯，啊，是不是要跟我们当朋友嘛？哎。你猜对了，他好要请你吃东西，请我吃东西，哎呀，啊，你想，那我没有吃素啊，这怎么吃啊？哎呀，你赶快吃啊，不然他会生气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吃，这真的能吃吗？可以的。哎，老大，他真的吃了。哎，还没睡呢。啊，老大，咸酥鸡的味道呢？哦，真的。我的是珍珠奶茶的味道，哎。哦，难怪老虎要吃素啊！原来啊，在大自然里面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那我没喷水呢。恶心！老大，哈，老虎给我吃的香菇都跟里面加太多辣椒了。真的是哦，很帅耶！对啊，老大，我跟你说，这老虎跟我们这么好，它又这么可爱，啊、我们要打它吗？那当然不行啊！哦，这只老虎这么可爱，如果我们还打它的话呢，别人一定会说我们很残忍。可是我们收人家的钱了呢。啊，如果不打它的话，人家会说我们不道德啊。也对，是不是？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哦，就应该帮人家办事情啊，要不然哦，真是太没有道德了。喂，五百，你看，老虎好像又在学老大的动作了呢。哦，真的呢。哎，老大。你起来一下，干嘛？来，老虎，你看好啊。